是吧？啊？哎，你看这个渔夫的样子啊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保持警惕。敌军还有30秒。我上吧，如果被喷的，我就他妈的我就假装嘴硬两句屏蔽了。太过分了。对。还太过分了！啊，我隐身的过来踩我，不行了！我去刷个野，他妈三个人过来！去哪？去哪？去哪？就三个人！哎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难得他妈遇到一宝嘛，也没关系了，算了。真的假的？啊！哎，他妈被亏情，他妈很正常，讲道理，好吧？这个无所谓的。我们可以做的。哦，鸡巴开！假装插眼，实则节约。但我这一套也是细节拉满。差点帅起来。这个一还可以，这个一是可以这么放的。差点帅起来。这个衣服这么放的话，他可能他就不闪现了。太没骨气了！这怎么回事？好肉呀！哎，他一下46点血，啊，都能盾回的都不止这点血，我操！妈，太肉了呀！很硬。Thank you.
我操，把自己他妈闪现玩脱了，我裂开来。讲道理好不好？这把换个出装，不出幽梦了，但不出幽梦就缺那个移速呀。嗯，但是直接走暴击流，我中后期成型更快。讲道理，道理是这个道理，是不？逻辑是这个逻辑。嗯，在我中后期的成型装备里面，幽梦其实没啥用，那十点护穿其实后期不重要了。你看青角的冷却时间可以通过暴击几率来缩短，这个英雄在英雄的属性设定上他就是要走暴击的，或者走那种纯粹的穿透秒人流。什么果子啊，弹歪了，这个果子有问题，是果子的问题，果子的问题。完了，干嘛？一慢了，这是气势下降。我就知道他，我知道他会做这些动作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不做出这些动作，他就没法跟我打了这一波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就是视觉效果上看起来就有点喜感。真的，我奎因是他妈的蛇皮的，最近刚练的呀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是什么呀？过分！裂开了！我很记仇的，你他妈记着。我操，他这个大招挺克我的，发现没有？我不能这么玩了。传导大的时候，我不能这么玩。这我没杀掉他，有点伤。我变鸟了。算了。或者这英雄，其实我跟他对线不用干他。
其实我跟他对线最大的恶心之处在于什么？不是在于现在，而是在于后期。诺手这个英雄打团起来了又怎么说？就他，就算他肥了又怎么样？他被我克雅团战这种笨逼近战，我团战躲在后面出他妈一身输出伤就输出他。所以我对线去压不压他都不重要。如果对面这把打野，对面打野是一个专抓上路的，我这把其实对线我就猥琐，我都不着急去进攻，你知道吧？但我要杀他了，我们其他路是劣势，我现在要杀他了，我要拿他上路的塔皮，我这把直接出攻速了，不出暴击了，这样推塔快一点。他这波要回，关闭他们的眼睛。他有个驴子。Enemy double kill。哇，下路裂了。眼球滑落。这波可以直接满血越他。我在打峡谷。我小心了，我这身板，诺手这装备，黏住我对拼拼不过的。哎呀！船长没闪呢，诺手也没诺手有进来。吃了他吧，不然亏了。快呀！
我操！我以为他把他落手了，妈的，失误了。哎。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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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啊哦啊我操，锦衣的伤害咋这么低吗？我操！妈，四锦衣130，我裂开了。这个逃离而已。哎，哎，哦，哦。看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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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龙。他们不打了，我操！我想闪现一刀把诺秒了的，他们少了这个团控，他们就我打不了了。哎，我这闪现叫的有点蠢。不理智啊，兄弟们！上路过来。可以打，他在这里，可以打，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回城。算了，他走了，他去刷石头人了，有可能。算了，不冒进了这波。
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远。他们下路没人带线的，他们现在这波开不了团，团长要回家，这波把兵线压进去，然后等会偷个人给大龙了。我勾引人。他们不管我，这波支援。解除了。为你我受冷风吹，我又被剪树鸟，我的翅膀要断了。哇，我的那个羽毛掉下来，我以为伊利挂了一个大，给老子吓惨了，我操，我真的以为伊利挂了个大。我裂开来，是吗？这诺是喷你的奶妈吗？说拍到就拍到，我操，这是江湖。那这把讲道理啊，刘某很给你面子啊。这把你对面结束了，节奏带起来了已经。回音打团不要急着上，特别是输出伤的回音。好快哦！哦，跑得好快！哦，裂开了！管他过去有多美，这心碎的滋味，嗯，的滋味。